行，你不能全喝，喝了对你肚肚不好。来，我勾勾，你先慢上来，我勾勾，你先慢。这孩子，说真话，不是那么好。别老动了，你跑真的呀，宝贝儿，别动了。嗜血细胞综合症治疗的周期很短，所以有些病人没得到诊断就已经死亡。我们能不能把这些病人能够留住？我不能欺负你，我们病房可能就你一个人知道，我他妹妹和肥他也去过。如果说你不想治，我们可以回去。母亲伸出了自己的胳膊，说我要再给孩子输200毫升血。输到一半的时候，他心跳呼吸停了。妈妈呢，找屁股狠狠地打，说你对不起妈妈，你对不起妈妈。人这一生，血液都在体内循环往复。如果血液得了病，这身体就变成了一个枷锁，锁住了自己，也锁住了亲人。在绿灯时左转，被罚款200元。对了对了，莹莹只有5岁。不行，你不能全喝，喝了对你肚肚不好。入院以来，每天都会像这样崩溃上几次。他想喝药，但妈妈不让。我哥哥，你不是说对了？莹莹现在的肠道十分脆弱，有些部位只剩2层薄如纸一样的皮。现在你不能喝的，你喝多了你肚肚怪不好受，我也不想让你喝药。哎呀。哪怕是喝上一小口药，都可能会引发肠道大出血。哎呀，我哥哥，你不要不行吗？我找你喝一小口，我又不是不让你喝，我让你喝一小口，行不？行吧。我让你喝一小口。别老动了，你跑真的呀，宝贝儿，别动了。一个月，莹莹没吃过一口东西，喝过一口水。哎，我哥哥，你先慢上来，我哥哥，你先慢。妈，你怎么着？你想怎么着？这是我们普通人完全无法想象的事。对了，姑娘。别我老崩了啊！现在宝贝听话啊！你上来了呗，俺闺女生说俺弄不了她了，你上来了呗。北京儿童医院血三病房，莹莹和这里的另外10几个孩子，都经历着嗜血的危机。他们患上了一种罕见病中的罕见病，嗜血性细胞综合征。得了这种病的孩子，死亡率在30%左右。医者和患者需要面对的，是比白血病治疗还要艰难的一场战斗。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人体电友，与嗜血斗争了20年。能够从死神的手里抢回更多的孩子，是他的任务。就是口疮，口疮现在好了吗？好了，看了两天药就好了。啊，怎么用的药？一个拍的药，一个吃的。这孩子，说真话，不是那么好。
你可能想知道它怎么原什么原因造成的失血，我们可能考虑它是一个肿瘤相关性失血。那么它这个问题，你不上这个福生 VP 十六五给它上去，那失血就要了它的命。如果上了以后，白细胞不上升了，感染要了它的命。中午十一点，病房窗口开放。什么呛着鼻子上来吧？没有，拉屎来吧？没有，多配小火。患了嗜血的孩子极易被感染，所以只允许一个亲人进行陪护。而有关吃的一切动作，都要背着影影。但今天，这种平衡被打破了，乐乐住进了病房。阿姨呢？阿姨呢？做了有鸡翅给你，要不要吃？啊？想不想要？想要一个，我给你用这个药吧，好吧？这个新开的一个。他在外面吃饭，他们肯定想吃。看到就想吃，快点吃，快点！他让你吃，你出来，你让那人帮他看见了。偷着呗，你也知道我吃吗？那么紧，那么背着他。哎呦，抱着，哎呦，抱着我的臭包，行吗？乐乐在吃饭，莹莹只能不停地拿棉签蘸湿嘴唇。这个动作，她一天会做上几百次。不去医治。迎面撞上嗜血的一部分孩子，唯一生路就是造血干细胞移植。但莹莹的治疗更为艰难。莹莹的嗜血为一种病毒感染所致，这种病毒侵犯到了血管的内皮细胞，相当于影响了血管壁的结构，导致血管扩张。现在莹莹全身长满了血管瘤，时刻可能发生大出血。这样的病例，王天友曾在文献上看到过一例，不过是在尸检时才发现病因。莹莹是全世界第二例，王天友希望她是治疗成功的第一例。69各种像这种经典文献，也只有它有这么一小段，就是生物科学在第八版里头对使用嗜血细胞的描述，现在已经有点过时了。我们正在加紧的进行第九版的撰写，其中这个章节我们做了很大的修动。经过了。
应该是莹莹总体病情都非常非常重，那她进食状态也非常非常不好。由于我住在医院的一个角落里，一个平房里，所以经常半夜三更有些重患，需要我加盟进行抢救。但是这个抢救过程中，我就看到了几例嗜血细胞病的患儿离去，我就在想，我们能不能把这些病人能够留住？我们关心的白血病治疗，关心了淋巴瘤的治疗，关心了神经母细胞的治疗，关心了肉瘤治疗，但却没有人去关心嗜血细胞的治疗。我觉得我应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所以从那年94年开始，我就在查文献、看文章、做治疗前的准备。没关系，全当减肥了。这里的病房需要定期消毒，这让陪护的妈妈们难得有了聚在一起聊天的时间。这现在应该多少失血的，哪个失血的，哪个失血的。以前我们来的时候都没几个失血的患儿。在医院过的时候，本来要好好的跟他过生日。但这样的交流，通常会变成压力的释放。你就不能说，你一说就想掉眼泪，别难过了，真的是。我们只往前看，不能想。往前走，不能要。我就觉得怪我，再怎么样都怪现在发作。你怎么老往你自己身上去责任呢？如果孩子没有基因这个毛病，我觉得有的人携带一辈子他不会发作，他没有什么引起来，他也许他不发作。那也有影响，你说大点他有抵抗力。
因为嗜血离开了人世。另一家人崩溃的是，不到一年时间，儿子又病重，噩梦始终不曾醒来。家人就非常害怕，有时候医生说就是该干嘛干嘛，他不配合。我就说，如果说你不想治，我们可以回去。你如果说你放弃的话，我们可以回去。他就非常害怕，他知道他妹妹的坟他也去过，他亲自给他妹妹种个菊花，还自己种个菊花在他妹妹坟前。你又的事啊？这一天对于王天友非常特殊，他要去见老师最后一面。王天友的老师就是为血液肿瘤患儿奔走医生，抽屉里总是准备这一打钱救助贫困患儿的新中国儿科医学事业奠基人之一，儿童血液肿瘤学开创者胡亚美院士。胡亚美院士一生为祖国的医学事业奋斗，他把全部的力量置于儿科疾病的救治，是我们的楷模，是我们的终身老师。他的离去是首都医科大学的巨大损失，是北京儿童医院的巨大损失，是全国儿科同道们的巨大损失。他活着的时候教会我们如何做人，如何为人民服务，如何为患儿服务。今天当他离去的时候，又用他的躯体教育了我们下一代如何为儿童事业奋斗。胡亚美院士永垂不朽，您的学生王天友。没法了，所以我那个记忆犹新，一辈子都不会忘。所以每每提到那时候，我都觉得对不住患者。为什么？我只想的就是成功，没想到患者失败。所以我极力的让家长要救他，要救他。所以母亲就说：“我坚决要治。”当时没有医保，然后患者就把家里的两匹马卖掉，他家的土地给了别人。当这个病人生命垂危的时候，母亲伸出了自己的胳膊，说我要再给孩子输200毫升血。输到一半的时候，他心跳呼吸停了。那么这时候妈妈呢，扒出了裤子后面以后，照屁股狠狠地打，说你对不起妈妈，你对不起妈妈，你哪怕把这个血全输完了，妈妈心里也是一种安慰。我去劝他的时候，他说我没法回家。我说为什么？他说我最起码的生活资料没了，我土地没了，我房屋没了。那么家庭当时的爷爷奶奶和爸爸都不同意这么做，但是这个女妈妈很强势的把这事做了，做完了孩子又没救回来，所以她就没法面对了家庭，没法面对了社会。所以当时我就觉得，我不但要救我自己的患儿，我还得让活着的人有尊严的活着。所以我就想，那么有些我们要自己尽自己的职责，尽社会的能力。
大大给你看看好吗？好吧，你躺下行吗？哎，真棒！哎呀，我们宝贝儿太瘦了。嗯，每天排便吗？对，一般是三天，三天。你是不是你家长得最漂亮的？是吧？啊，真棒！好，张嘴我看看来。哎呀，真好！哎，好好，我主要想看看口腔黏膜。哎，真棒！嗯，真好。平常出院住在哪呀？我们在附近租了一个房子。住这个房子，爸爸也都来了。爸爸这段时间没有啊、哦，这段时间没有，是不是他去工作？嗯，他去工作去了，就是能，他挣点生活费也好，觉得。整个到现在费用花了多少钱？总共到现在花了有100多万。100多万。这一次就已经花了40多万了。嗯、就试卷还是活动的，嗯，然后你当时给的那个VP 十六给多少？VP 十六是给的100，第一次是给的是75毫克每平米，然后给了大概是2周的情况，然后7月23号的时候又评估了一次患儿的病情还是有活动，然后就是治疗效果不佳，然后就给他上了2线的 LDP。我看一下，嗯，对的，然后那些血常规啊、生化呀、血化验报告。那么我想现在治疗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在试血上，控制并不满意，就是我们还得用，想方设法把他这个失血给控制住。那么失血控制住呢，就产生另一个问题，就骨髓抑制，就肯定更明显。那骨髓抑制更明显，可能对我们真菌感染的控制就不利。但是呢，尽管不利，如果你控制不住失血，这个病人也多脏器损伤就会也就没了。就是说，我们把这两部分都要考虑到。这个治疗过程就像走一个钢索，那么一部分是这些嗜血细胞的恶性肿瘤细胞、克隆制细胞，它要把病人推到悬崖下；另一部分是我们要对付它，对付这些肿瘤细胞。那么对付的过程中，也可能力量过大，或者是感染加重、出血加重，让病人掉到悬崖，所以这个治疗过程中是一个走钢丝。用我们话，在治疗过程中，如何能够把治疗这各个手段像弹钢琴一样协调，才能治到病人最后达到一个很好的结果。所以这个非常非常困难。让王天友感到焦虑的，不只是乐乐和影影，而是中国数以万计的乐乐和影影。王天友的团队几乎承担着全国儿童难治性嗜血患者的诊治工作，平均每年接诊1000人。可以说，不但嗜血罕见，就连研究嗜血的医生也很罕见。你这个样本量计算不对吧？第一次来了答辩，一问三不知，说这是盲法，能出盲法吗？很多的学生就不愿意报儿科系，即便到区县医院，也不愿意到儿童医院。分到房子的时候，到时候你会更痛苦。给我的时间并不很多，我想在未来的岁月里，我能把
嗜血细胞的治疗方案写上我的名字，发明一个新的方案，能够让嗜血细胞增多症能够解决的。从150每平方米150毫克，我们降到100毫克，我们降到75毫克。那么我们把这个剂量降低以后，发现起到了非常非常好的效果。所以我们把这个经验也及时的反馈到世界组织细胞协会。那么他们在其他区域也发现适当的降低剂量，对这种严重骨髓抑制的疾病有一定的益处。所以在以后04方案以后就提出了可以根据病人的状况适当减少 VP16 的用量。在医者摄制组跟拍了5个月后，我们收到了好消息，不是一个，而是2个。就是拿走，你需要扶着，要不去去回家拿。等了10年，乐乐一家人终于盼来了生的希望。莹莹